老师放心，我会尽快得到陨落心炎，替你炼制出躯体的。黄阶二班，萧炎。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。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，我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。识相的就乖乖交出火能，否则一会儿你们就只能爬着进内院。陨落心炎的本体。就让本王送你上路。云岚宗萧家的血债，要我们百倍偿还。不管面前骇浪滔天，我们一起闯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